媳妇，这小姿势都摆好了，等着我给他揪仨呢。开始啊！就喜欢用传统的方式，是不是？传统的方式解决病痛还挺有那道，就可能是病，就是那个疼痛感就转移了，这儿一疼，揪一揪疼，里面就不觉得疼了。来了，开始了啊！嗯。第一步，清清嗓子；第二步，呸呸呸呸。哎，我不想用吐呢。我不想用吐嘛，呸呸！你给我拿我的那个辅助油，辅助油。这吐嘛就得舒服，舒不舒服？我不要用口水。呸呸！好了，马上再来一下，好了。你吐没像痰似的。哎呀，这酒的叭叭子，看。哎呀，行不行？你去快点。哎，这说啥不让我想了。没事宝贝，我要那个玩那浮出油，你用浮出油给我弄，不用口水。为啥呀？嫌弃我？像他大面痰似的，能扯出来馅儿啊？润，它也不润。行，那你等着我啊。看这油抹的，这手顶正亮呢。来，哎呦，我这抓不住啊呀！哎呀，对不对，姐？嗯。咋了？缓会儿，有点疼了。麻木了，行，麻木了，再来一下。再点水喝啊。妈妈勇敢，妈妈勇敢。搞定了，全黑的。嗯。你看，闻着都说你勇敢，再来两下。我勇敢不行，就这样就行了，散散火。你再勇敢。你再勇敢。我不再勇敢了。呀，你勇不勇敢？给你来两下。他知道疼，他不要。老姑给你揪两下，管他揪。